这一个异性朋友我都不说了，关键是后面学校有集体活动要出演的时候，我说我需要去客串一个角色，他说你去什么去啊，他们就不能找其他女孩吗？这个学校只有你这个女孩了吗？邀请他那男的之前喜欢他追他，我看那小子不顺眼啊，那就行了，你直接说吧。我跟他说了，他说哎呀，你不能因为个人私底下的感情影响到这个那个，但还有其他女孩你不邀请，邀请我对象。关键是当时别人知道我们谈恋爱，人家已经很刻意的，就是说没有联系我，让我去客串角色。是这一次非后来去没去？后来我去了，他就去跟其他女生客串去了。啊，所以不仅仅他固执嘛，你也固执对吧？对。哎呀，俩年轻孩子，你看说的头头是道的，我相信让你们再数落下去，还能数落出很多。今天谁要来？今天是我想来的。来干嘛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忍耐他太多了、我觉得就是我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是一个调上的。过去在现实当中跟他提过分手吗？我举报他那个分手没少提啊，就因为可能一点鸡毛蒜皮大的那么小事儿啊，比如说他外卖我没给他拿啊，不想跟你两个过了，分吧。经常大事小事都把这话挂嘴边，我就老说这个爱情就像一杯水，你提一次分手撒一点，提一次分手撒一点，最后全撒没了。因为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，但是他拿这个话老要挟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心里特难受啊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以后什么事能不能不要说这句话啊？他嘴上答应挺好，该说还是说。你觉得他提分手是因为喜欢你的口头禅，跟你作一作闹一闹，还是这姑娘开始嫌弃你了？我感觉她有时候她有点嫌弃我。她嫌弃你什么呢？她就说我有时候特别倔，特别犟，然后说有时候我那个情商不高，说我傻。我提分手不是真的想分手，如果我真的想分手的话，我提一次就够了。我提了那么多次，就说明我想让你改。但你没必要非把它挂在嘴边啊，你一次一次说只会一次一次让我心凉，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但前提是我说分手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情绪特别极端，极端到有些时候让我特别害怕。那你比如说，我发泄情绪的方式就是我吼他，然后他就去站马路跺脚踹门摔东西。我在这么全班这么多人面前被女朋友训，他们全都在看我笑话。你说有啥事儿你好好说不行？我这么理性的一个人，你跟我好好说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轻声细语在你耳边说的，然后是你不听了之后我才发的火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大几了？大四。马上就毕业了吗？对。未来怎么规划的？因为我是南方人嘛，我挺想就是在北方发展的。然后呢，刚好他也是北方人，我也想靠近他的生活，但是呢，他就想留在南方。资料上面他是北京孩子，你要跟他去北京是吧？对。你想留南方是？我说他家在成都，我就说成都这城市也挺好的，离他家也近，踏踏实实找个工作，以后按部就班的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挺踏实。少不入川哦，这是选择了安逸的一条路哦。到北京是想拼搏一下。正因为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年轻人该有年轻人的朝气，就是你该拼搏的年纪就不要选择安逸。关键是他不是，就没有那股上进心了。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去对待生活，我觉得结果一定不好。不一定不好啊。那我的父母他们那一辈都是在那个公司是职员，他们慢慢的，你看我们这家庭条件不是慢慢的也好起来，是这么个理儿吧？哎呀，我大体能够感受到，其实今天两个人一上台啊，你们挺会挑适合自己的衣服的。女生今天穿这个衣服呢，就像你今天所有的发言和你的思想一样，就是个小孩嘛，穿了个大人衣服。你这身衣服倒是跟你挺贴的，青春有活力，啥也不顾，就喜欢玩，还有点任性。现在最大的冲突其实就来自于毕业规划了，我这么听下来是吧？对。然后就因为毕业规划把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全勾出来了，对吗？是啊。如果人家就是要留在成都的话，你要跟人分手吗？姑娘，我可能会，因为我不太接受异地恋。那你留成都不就完了吗？你家又是成都的。就是因为从小在成都长大，所以我才想到北方闯一闯。哎，陪着去个两三年呗。我想着因为毕业毕竟肯定他像校园招聘比社会招聘他有优势嘛，在成都先踏踏实实的有一份稳定工作，至少能不说就照顾家人怎么着，先把就自己能踏踏实实的温饱下来，等安定下来以后，说北京毕竟是家嘛，以后
说如果有比如说好的职位啊，理解，再跳其实也行。男生那想法特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就跟我们不去看故宫一样，反正住在北京，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。结果你发现你还比一个住在杭州的陆琪看故宫看的还少，这跟谁说理去？就这么一个意思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他要是不回北京，你坚决分手，对还是不对？对的。你女朋友平常就这么装扮吗？平常差不多就这样。那你穿这衣服，你不觉得累的哈？我习惯了。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。不是，你家庭什么环境？就是父母都是单位上的，我看他们都这么穿，然后我就想这样穿。听明白了，小人穿着大衣服，小人做着大人的梦，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吧？你们给断断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